Oh my god！ 不是吧？最后一场还是？在木器室下面那个夹角里面，再讲一下。木器室下面，木器室下面那个夹角里面，没有回音还是我的问题？被禁止。可以讲了呢。刚我在淋浴间。淋浴间。他还是禁止。不是啦，我刚刚一直在思考，我好像我最后一次看到咖啡色是跟谁在一起？咖啡色应该是死在右上那个区域，因为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是在打浮空台。可是我也不会在资料室看到你跟他。我最后一次看到是谁，我不记得了。我这一路看过的人有。粉色跟紫色，可是我忘记是谁了。浅绿色、浅蓝色、深，就是除了粉跟紫，还有咖啡以外，好像都没一个吧。如果赵松鸭讲法的话，是禁止啦。啊？没有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人在会议室。你们有在插针，我可能有机会。那也是，但代表说他也是有机会啊，因为我应该说我也不知道他也，我也不确定他是死不死在那个地方，但是我去会议室之前他是活着的，在右边那个区域。对，在右边。我有一点点怀疑烤鸭，因为我是在大厅还是在机房那里看到他从左往右。然后我是往左走，他往右走，然后我就看到我其实有尸体，就小小而已。我大概能稍微保一下什么，我不晓得，因为前期他跟我在那边对看差不多十秒，然后就在那边你要干嘛来啊？你保他也没有用啊，因为现在是怀疑我在怀疑他，咖啡色那一刀是他。我不晓得。啊？什么东西？谁？我可能会去信任他，因为他那个会剪掉是剪毛巾的地方，还算有点久，至少有一段时间。谁剪毛巾？剪毛巾啊？好呀，我啊。哦。谁剪肥皂？哦，不是剪毛巾。哈哈。你们啊？对，我是 OK 保烤鸭啦，知不知道？那你怀疑他，然后又保他？没怀疑他。想怀疑，但是我好混乱啊！到底是怀疑谁剪毛巾剪很久啊？没有，我是说他剪毛巾剪很久，所以我可以保他，因为他有很合理。嘿，真的浅蓝的。那都要投谁？对，我们要投一个人。我投黑红。你投个鬼啊！自说就算。突然觉得，因为我也不太确定他的身份是什么，只是他才进去的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我投 A。什么东西？你双盲冲票哦！我投谁？我跳过的。我也是跳过。
被前锋害死了。怎样？所以刚刚是头盔吗？谁知道啊？谁知道啊？不然现在应该要结束。我跟你们讲一下，杀人 CD 比较长哦。对啊，16.5秒。杀人 CD 47.5，拍桌 CD 30。反正如果照节奏做逻辑的话，其实说哦，那个资料夹放书柜那个任务，有结果就知道，他要跑十次折返跑，我就把他烦死。蓝色的天跑，终于跟前，要么就是有。你要讲什么？你回应大呢？这是现在浪费讲什么？开始会有点重来，感觉这怎么又有点像在带，哇，这样的感觉。这样推啊！那杰森你觉得？我没什么线索，说真的。哇，就只是看到他而已。对啊。只是碍于人。只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是不是投对，然后也不知道要不要去拼那个运气。哇，但是就两下，然后不晓得看有没有人想赌啊？因为其实现在要是刚刚真的投对的话，现在的扣单。还有一个，但是我刚投的话，我要再投扣，我们扣打就没钱。然后有人讲，很简单。为什么是谁突然来一个？聊分绿钱，那个浅蓝，你们我刚才都没遇到人，那个浅蓝怎么了？我只有遇到一个烤鸭在捡毛巾啊，捡肥皂。我那时候都在右上角啊，在解那个通风口的任务，然后还有档案室的任务。绕一圈，但就都在右上角，左边的事情都不知道，没办法判断。啊，我刚才是听烤鸭说的头，神力，或是我，你要我讲是不是？就讲。我一开始在火场，然后刚才是看到那个浅蓝。然后就对淋浴间借毛巾，然后就去武器室看到是敌，武器室看到是敌。谁呀？没氧气掉。白痴的，谢谢。出事了！你快跑啊！把我被害死啦！